짱인데 我呢度啊，天水圍踩過去南宿圍，咁後尾我踩到去朗明村啊，好近橫州嘅，簡單嚟講喺壽平路旁邊有個。咪單車嘅機有個啊，有個燈位嘅，前面幾個剪水筒。我嗰陣唔好慣踩單車經過剪水筒，所以我落車推。跟住後尾我殘嘅單車嘅推嘅單車過二咧，嗰架單車啊就逼埋。我其實我個人逼埋一齊嘅，成個人攣低咗。後屘我的左手冇知覺，以為甩臼唔知點解，後屘就無奈翻屋企算數。好慘啊！真係唯有要翻屋企，第二日先做佢。一切。十四号噶，都冇呢日冇母亲节，仲记得真系母亲节落拜旧年嗰阵时，地理 miss， 佢讲咩啊？喂，子欣哥，你使唔使你阿妈每月还几个？呢个学仔又笑，咁大年纪仲阿妈去食饭，我谂紧孝顺。遲咗你阿爸阿媽死咗咧，你應該唔會關心，因為你都冇啊，因為你都唔孝順。我都覺得阿爸阿媽真係生咁差，輸到個生你出嚟。一百五月十四日，呢日星期一嚟嘅，呢日咧體育堂啊，開始去呢個保齡球場讀咧。個 location 就喺屯門比樂花園嗰度。Miss 好大聲，跟住我話好大聲，一晚唔好手機望望出。碌你咪分組有三彎嘅，三彎已經就話三個禮拜一都係。佢第三對佢第二個星期就考試，咁乜嘢都冇啦嚇，咁你好容易就跌咗個窿裏邊。我曾經嗰陣我試過咧，連續三次啊，全續。女班長嗰堆就喺我隔離，一九年嗰陣放假，你叫佢都爆皮嘅，前啲人舊年都冇嘢。呢日都冇落雨，望到电话夜市咧。好特別嘅，有啲人咧嗰、那個統計數據，話時候統計數據咧都足用半年先用。我琴日搞錯咗啊！嗰、那個乜鬼今年六月幾
發放新的 BF 那個資料或者那個新的手機版的 BF 呢？其實這個消息是去年的，不是今年的。去年假如說累計你記得不是發放過24的一個 trailer 的，開頭第一個累夠的時候 你記得我那時候玩 BF 都播過。去年的，假如說現在沒有消息，他說 deliver 另一隻 BF game 都不知道幾時。喂，我想緊望嗰啲內容，我二四有一個高級數人值四個賽季，一個賽季都唔夠，即刻就發放新嘅 BF， 難度呢個。我諗緊係啊，出卡咧統計數據咧，有啲玩家將自己嘅統計數據私人，我諗緊有幾唔見得人。有機會見到人，你打機咁勁，你同我講統計數據私隱咗，你唔好同我講咧，統計數據係私隱，唔同 Facebook、IG 一樣。統計數據我諗緊，啲人打得幾廢都唔公開，黐打都唔公開，唔見得人。多一個，如果你話私隱嘅話，全世界有啲人公開曬，全部都冇，全部都唔使你私隱，咁我都唔使你私隱。不過講到尾，整個群組冇人殺得多我，啲人最盡都殺得過一萬、二萬幾。